我今天又出来了，上镇里去取快递，再领你们看看美景。今天下雨啊，这不是园子里的草坪，园子在那边那个方向，这是公路旁边的。上次有人说你是怎么忍得住不冲下去的？行，我今天我就替你们冲下去啊，正好穿着凉鞋。啊！哇，好深呐！咱们到草坪上来。哦，哎，真的好好看呐！我感觉最美的就是远处地面上那层薄薄的雾气。哎，来，我替你们摸一摸。我操，羊粪！啊！我的天哪！